姐妹们收到粉丝举报，波士顿龙虾居然有25斤这么重的，这么大！我让老板辛辛苦苦帮我找了好久，可算找到了。今天我们就去尝一下，走。哦，你好，您请问有预定吗？有，姓陈。哎，你好，小姐，你可算来了，等了你好久了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我们不上楼了吗？不上楼。咱们今天坐正堂屋。哇，天哪，这边也太有氛围了吧！还有个小姐姐在这儿弹琴。难道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吗？吃完都可以跑上一圈了，这也太大了。你好，小姐。哦，好的。您点一下菜。好，这个我知道，上次我来吃过。哎，这个不是吃的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这个是我们拿的菜吧。这和上次的毛皮素长得也太像了，简直是一模一样，我真的尴尬到想找个地方直接钻进去。这边麻烦您点一下菜吧。我菜单我也不看了，主要是你们家稀奇古怪的菜我也整不明白。你们这里是不是到一只就是特大号的龙虾？有一只很大很大的龙虾。那我要那个龙虾，然后剩下的菜品你就根据我的气质帮我安排一下吧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我的天哪，姐们，这个也太夸张了吧。哇，这么大一只，必须要来一张照片啊。这一个比我手还粗，那就开煮吧。好，谢谢啊。等菜的时候再来一个小果汁。哎，你好，女士，这边是一份餐前水果，这个收费，这个不收费。哦，不收费是吧？那你帮我要一份吧。有便宜不叫王八蛋。哎，你好，女士，这边是你们一份清汤鸡肉花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今天这瓶太贵了，都拿不稳了。哇，这个汤真的好好喝啊，它里面是一块完整的豆腐。是的话，这个是一个鸡肉做的豆花，它不是豆腐，它里面是一块完整的豆腐。哎，你好，这边给您上一道菜品，哇，是一道丝绸之路。这道菜品上方像这些都是一些小饼。哇塞，这个也太好看了吧！我真的对土情有独钟。这个是黄豆粉儿，巧克力饼干，还有这个像个树桩一样的东西。再尝尝这个，哇，好逼真啊！哎，女士，这个是不是这个我能吃吗？啊，这个哎，好，我少看你一眼，我都担心你把盘子都吃了。嗯，酥酥脆脆的。哇！给您上一道鱼干椒炒的一个疗声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哇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姐妹们，这道菜吃起来还带挡眼的。这道菜精致到我都无从下嘴了。嗯，超滑，超好吃，软软的。真香！你好，这个你帮我撤一下吧。好，谢谢。柿子你还没有吃呢。这道菜上面又是什么都是可以吃的吗？对，除了这一只老虎。既然不能吃，那这只老虎我就带走吧。嗯，这挂在树上的果然不一样，磨磨唧唧的。我的天哪！哎，你好，这边是一份墨鱼汁乳鸽。也太黑了吧！嗯，哇。这个外皮超级酥脆，哇，吃起来好香啊！这小乳鸽味道还挺别致的。老板，你真是对头和屁股很专一。哇，哦，小心一点。再往前走一点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小哥哥也太帅了吧。好，谢谢。我的天啊，姐们，给你们看这个，哇，这个也太大太爽了吧。先来吃这个大蟹钳。哇，哇哇，嗯，好，真香，好香啊，一口口满满全是肉，哇！把这个咸的挑出来，哇，这个真的也太辣了吧！一整个脱壳，哇塞 ！Everybody 开始干饭，这个肉太弹牙了，这龙虾真的爆辣爆好吃，沾上辣椒油更香。再来一个这个蟹尾，好真香，咱俩一块儿。这个肉真的好肥啊！
们也是吃了打饱嗝的一天啊。你好，帮我打包一下吧。这些虾壳也要打包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哎呦我的妈，这都没搬起来。